你看你找得到我吗？不是，你看你找得到我吗？好啊，这么多本，那本不是我的，你要找那个八十三。哎，波姐，你找四张而已。没有用正常的投篮姿势，正常投一球啊！哦，差一点哦，有碰到篮筐了哦！哎呦，空心哦，空心面包球。哦，真的投进了。你是玩什么游戏啊？丢球游戏啊。扑通掉下去了。妈，鸡排再吃一次啊！啊，好饱。点太多了，对不对？花多少钱啊？我的这个拉面多少？可能是六十五吧。六十五，还是我觉得最贵。你觉得最贵啊？对。六十五加99，我要写纸条。六十五加九十。